你们周围都是很多的苦恼人呐、啊，你们不要不相信啊，真的，人生苦啊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的卢台长，救救我的孩子。你们这两天有发现吗？凡是重病的叫台长来看的都是没有修的，所以不修就出事了，修心的人不会出事啊。你们记住师父的话，好的时候那是最重要的时候，等到不好了那已经是糟糕了。台长，我们的业我们自己背，不要你背，我知道你很辛苦。好嘞，背不起的。看看我的孩子，你帮他念经我才能给他看。我有念、哦、我们全家都吃素了一个多月了。哦哟，太少时间了。几几年属什么呢？1999年属兔的，他不能走路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哎呀，有一个男的白头发在他身上，在他的腰上，实际上这个孩子不能走路、嗯、是腰椎这里出毛病了。对，他的脊梁骨也弯了。我告诉你，而且他会老得很快，因为老在身上折磨他、嗯、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赶快给他念。有念，我们都念了几百章了。这是家族业障病吗？我女儿也这样不能走，我老公也中风、嗯、你说他有智慧吗？他把后面三个问题讲出来，不就是验证了他自己的问题了吗？对，他说他家里有没有业障啊，三个人都是大业障，你说你家里有没有业障病啊？有，肯定有，祖上肯定有，祖上杀业啊。对对，他们家是国民党的军官，他们家祖上。我这孩子要多少小房子？要放生多少鱼？小房子要念2300张。啊，慢慢念。我们念，我们念。放生呢？哦，难怪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全明白了。啊。嗯，不能讲给你听。好吧，好好念。好，你现在赶快帮他念，真的是家族上的，很厉害的、啊、好，而且老到你家里来，你们家晚上墙上都听得到声音的。好啊。有没有声音啦？有时有，也时有。好啦，你们家里最好要搬家，以后搬家太多灵性了。啊，吃不消，你有在念了。哦、我讲话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因为我女儿也这样，但我女儿她自己能念3张小房子。嗯，女儿没问题的。啊、哦，女儿没问题。谢谢谢谢台长。嗯，女儿很快就能站起来走的，哦、我看她能走路了。感恩感恩台长，让我们放多少条鱼？8000条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。啊，感恩台长。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小孩子现在两条腿啊，嗯、脊柱啊，有一条腿还能撑一撑，啊、对对，那条腿撑不住。对，啊、有一条落不下脚跟。啊、对，台长你真的很厉害。啊，我不厉害，你来做台长了。你厉害，很厉害。感恩台长，我们自己背业，你辛苦了，真的。没问题的，好好忏悔啊，国民党的罪行啊。对，我每天都有念大礼佛大忏悔文5遍，我的功课怎么做？我的功课。他又问他自己了，他本事倒蛮大，把我绕到胡同里面。21次21遍大悲咒心经，21遍礼佛大忏悔文5遍，啊，108遍往生咒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，感谢台长，感谢。我可以让这个孩子啊，拿着那个拐棍啊，大概可以在8个月之后可以自己走路。你听台长的话，坚持念经。希望明年你到这里来，让孩子拄着拐棍来看大家。我告诉你们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，你们记得吗？在法会上第一天，台长不是有一个人看病吗？也是站在那里坐在轮椅上的，后来我不是给他加持吗？
这两天在这里一个人走来走去，全好了。他们已经把他录像都拍下来了。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法力无边，这两天菩萨在这里多少啊，天上的菩萨再加上人间这些菩萨，哎呀，天上人间啊，明白了吗？